直让我陷入疯狂。他们上面花，我求求你跟我交往吧，嫁给我，我会对你好了。你看我的鼻子瞧瞧，小子，嫁给他，嫁给我。兄弟们，你们好，我跟彪姐私底下已经说好了，17号我找他去啊。旋风，你没有机会了啊！17号赶往吊冰山，你那50万是啥呀？人都说了不要你的钱，是吧？要跟我在一起逛街吃饭啊！等我到吊冰山的啊，我给彪姐准备一份大礼啊！旋风，你不行啊！你跟我抢女人，你那是啥？你看我这个啊，你看你。你懂浪漫，你知道这是啥吗？这叫肉丝，你那是妈的，你那啥呀，太俗了，去上一上上一上上一上啊。这个人应该熟悉吧啊，我实在等不及了啊，这天真有点热，这天来了，我给你带上啊。这会儿我俩吃饭去了啊，你就一个人过吧啊，继续玩你的生吃啊。挑个科大的，我看看这个吧，看那个，看那个，嗯，哪个？这个呀，我看相中给你整俩啊。哎，不用，我就看看。你看看怎么样？相中没？还行吧，这个。你上前相中就拿俩，拿俩。没事没事，拿俩拿俩拿俩，别没事。不用不用，不是你试试。玩一天累不累呀？累呀，这腿酸疼啊，这。没没没。谁？哎，旋风给你整个花啥的，你看我这个有没有他那好？太霸道了，这太霸道了，好看吗？卡哇伊不？好看，好看。给山溜达一天了啊！旋风，我跟你说点啥事呢？我不可能搭理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疯了，你这人你疯了，你整个就是一个精神病，你还旋风，你是疯子的疯，啊！我得见你我得躲远远。社会虎哥啊，我不想说你啥，以前我拿你当朋友，对不对？上午我直播的时候。黑粉说你出视频想追彪姐啊，我都没在意，我告诉黑粉别带节奏，对不对？刚才我看了一下视频啊，你是真行啊，我也不想说你啥，对不对？你是真会趁人之危呀、啊、以前你啊想追彪姐我知道，对不对？但你不能说的，我他妈刚跟他黄完了，你就上我这嘎的逃地沟子了呀，对不对啊？以前彪姐包括跟你联系的时候，私下联系我都知道，我没说啥，因为以前彪姐是我对象。你是真行啊，我也不想说你啥啊，社会虎，你自己看着办，听没？以前我拿你当朋友，从现在开始啊，咱俩掰了，我不想再搭理你了，你自己看啊。旋风啊，这个你和彪姐分手了啊，我追求她啊，也是我的权利。再一个，以前我俩就有联系啊。旋风，我这个咋说呢，我希望你不要站着茅坑不拉屎啊。如果你想继续想挽回彪姐啊，我可以跟你公平的竞争。兄弟们，我思考了一晚上啊。兄弟们对我这么坦诚，有些事儿我应该跟兄弟们说一说。有好多哥们都问我，这玩一年了，你怎么不找个对象呢？兄弟们，不是说我找不着，就是怎么回事？我谈一个黄一个，谈一个黄一个。因为啥呢？我9岁的时候吧，下体让驴踢，就是两个睾丸踢到一边去了，肿了。就是孬乎了，摘除一个。自从我就是到现在，一直都是对男人感觉更大一些。通过这件事，
这个新闻电台，我跟他见面，我见他第一眼，说实话，我就想跟他结婚。说实话，我爱上他了，他让我无法自拔。兄弟们，我觉得爱一个人就应该勇敢大声地说出来，没什么。我们两个来到民政局了，虽然不给我们办证，但我们八号要结婚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感谢快手官方让我寻找到了爱情，同性无罪，同性万岁，同性可不对，没毛病。别说话，吻我。我想吃什么，宝贝？别动，别动，走走走走走，好好有趣。上我家，上我家，走。哎，这宝贝儿，你太胖了，你知道吧？吃点这个，吃点。